好好好。妈呀！大家好，我给他点赞。哇，这么果断呢？当然要，当然要看啊！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特别纠结的，我特别想看。这位小伙子刚27岁，我觉得震撼力是超级强的。我刚看到金老师在这，妈呀！啊！你看到他每个动作都很洋气，其实他是一名非常淳朴的农民。哦，对，是吗？大概的背景是这个样子的。金老师，我决定了，我的选择是为你点赞。哇，我的选择是为你点赞。哇，这轮这是我们没有什么存在感啊。太快了，太精彩了，主要是。那么有请我们的这位达人登上我们的大屏。哇耶，林哥，加油加油，再来了，加油。生动啊，这个。Hello， 修明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大家好，修老师好，我叫邓修明，我来自广东湛江雷州市英利镇。哦，你好。所以我们的介绍里面说你是一名农民，啊，所以那你怎么接触到的这样的舞蹈呢？因为从小是很喜欢跳舞，去学舞蹈这块，然后在平时干活之中就跟着植物的律动找到了灵感。我们现在你找到了灵感，但是我找不到你的眼睛。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庐山真面目？把帽子摘下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嘿，哇！你今年27岁？对，我今年27岁。啊，你学跳舞多久了？是从我12年开始，都是自己，然后一直干活，一直摸索学的。所以一开始那个动作是收割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我特别想知道，你真的是平时生活当中一边割麦一边跳舞，会这样？对，都差不多，感觉干活累了，然后就放开音乐，然后跳一下，就感觉就整个人就很放松。哦，所以我觉得刚才从你的舞蹈当中能发现你是特别会观察生活的人。哦，那如果你进入到我们第二轮的话，还有没有其他更加精彩的展示给我们预告一下？如果我进入第二关的话，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舞蹈。那你现在需要震惊的不是我们，你需要震惊的是后面你的20来位对手。对，怎么样，我们第二现场20几位我们的短视频达人们对于我们的跳舞歌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？时间留给你们投票，倒数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锁票。好嘞，